其实很感恩师姑，就是邀请我来参，就是来参加八正道这个手语练习，因为自从从伦敦搬到 Newcastle 之后，好像就是跟慈济有点脱离了，所以每次参加浴佛典礼或者是岁末祝福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心静下来，然后只做在当下的事情，就觉得说、哦、我所有事情都不用想了，我好像没有什么烦恼，所以我就想说练手语，我就只要专注在练手语，我要把我的手语练是练到最好的，而且不会拖累大家，因为有时候手语就是一个突锤，就可能就会很像有点拖累大家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说很感恩师姑邀我上来，而且两场的演绎我都有参加，我就觉得说哇，我的心真是超级的喜悦。其实我们练习的话是用我和我的伙伴是上网练习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来伦敦或曼城就跟大家一起练习，所以我们就是用网路上，然后大家就是一起对看，然后练，然后一直听音乐，然后看就是 YouTube 上面的手语演绎，这样我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我就可以把它背了起来。虽然有时候还是会错乱了一下，可是我很感谢我。就是很感恩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照顾。Memorizing the the movements because when you memorize it, you have to do it without the paper, and you have to know all of it. My mom helped me to practice by putting the Apple TV on and adding the people onto it so I could copy it first, and then I did it without the music, and then I did it fast, and then I learned it off by heart in the fast way. I want them to be happy because I wanted to show off my talent to peopleI want people to know the right views. I asked my mum that I wanted to be a vegetarian because all you have to do is not eat meat and eat vegetables and healthy food. My sisters are teaching me what vegetarian, what you have to do when you're vegetarian, and they're helping me. 好，我很开心这次能参加八正道的演绎，其实这次练习的过程其实真的蛮辛苦的，然后可是真的很有福报能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完成这次的演绎啊，我觉得这次演绎这练习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只要心中稍有一丝杂念，就下一句或是接下来就会接下来就全部都忘记了，然后我觉得呢后来我发现有两个方法可以让我的心就比较能定一点，就第一个方法是我会尽量去让自己能听到第一段的木鱼声，尤其因为如果我听不到木鱼声的话，代表说我的心乱掉了，所以如果我听到那个木鱼的节奏声，代表说我心是定的。第二个方法是我会让自己更去深入去了解我所八正道所唱诵的是什么，让自己去让之中的字句所感动，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 记得比较深入一点了。然后这一次我也很感恩有机会能够担任口译的工作，就是在把世界世界所讲的翻译成英文，让在场不会讲中文的来宾可以了解这是浴佛的意涵，为他们所献上的祝福。我觉得其中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其实我也蛮担心的，就是可能要翻译一些跟佛教有关的字句，所以然后我也很担心他们
如果他们不是佛教的话，会不会觉得别扭不好意思，然后也会不会觉得不舒服或不适应，如果我们请他们起立或合掌之类的。所以我也是从做中学，所以我尽量就是把自己的语调放柔和，就轻轻的讲，让他们听得心中也舒服一点，然后就好像讲故事一样，所以期待他们能参与我们这些浴佛的流程。感恩。这是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参加这个的浴佛节，我觉得很棒，是的人看到很多就是不同国籍的人一起来就是参加这个节庆，然后就是了解我们的文化，还有就是了解我们佛教它的我们的背景吧，因为每个宗教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就是有这个心来一起参加，然后也看到大家就是也跟着唱，虽然说不知道中文怎么唱，但是就是看着字幕这样跟着唱，就是觉得很感动。然后今天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这次的那个浴佛节跟上次不一样，有那个赞香颂，然后就是有那个这样唱，就觉得那个整个心情就可以很静，然后就是觉得说有感受到那个佛法，然后觉得就是整个心情就很平静，然后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还有就走那个浴佛，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棒，就是不一样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就是今天有觉得心真的是有那种佛法的那个感觉，然后很多就是在看那个荧幕啊，就是像那个尼泊尔救灾，然后还有就是整个那个佛歌，然后听就是觉得你有那种怎么讲自省，然后还有就是证严法师他在讲，然后你就是要洗自己的心，要就是内省，你要自己就是说不是只是外面，你要自己去省思自己，然后去怎么去帮助别人，然后帮助自己，所以谢谢，感恩。I think today was very very touching. I think the teamwork was brilliant. All the shows and everything was beautiful. It was very smooth, and it really reminded me of actually what Buddha's birthday was actually about. Not just about ourselves, but helping other people as well. I think when I was watching the videos, I was quite emotional, and it was very touching when everyone was praying and singing as well. I think the ceremony is very elegant, and I'm just very happy. I feel very lucky to be able to be a part of this ceremony. Yes, I think it was brilliant that there was translation as well. To remind us of things that we can do following the Buddhist path, a bit about the Dharma as well. And I really like the hand signal dance as well, because I feel that it really helps a person put the teachings into practice, to put Buddha's teachings in practice, sorry. And I think the food is delicious as well. I think everyone's very generous here. So when I walked in, the atmosphere, you could just feel it, because everyone was very joyful, they're very giving, and you can see everybody is just full of smiles, and you know, you've got complimentary food here and donations as well that we can offer. So I think it's fantastic. So thank you so much. 我在参加演艺之前，就是我刚开始想说这个手语好像看似很简单，因为看那个图片说明好像很简单，但自己下去就是实际这样就是演绎之后发现其实它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你没有了解它的意思的话，你会比那些动作你会觉得没有意思，就是比出来就没有感觉。然后我自己比较有感觉的是正念，因为它正念它讲到很多人性的弱点，那这些弱点其实我都觉得我都有，所以当我在
演绎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是不是也是这样，是多撑，或者是多贪，然后或者是愚痴，然后我好像也都有觉得自己，很执着在那些就是不对的事情上面。可是我自己演绎完之后，觉得说，哦，这些事情是有解的，就是，其实你可以多念佛法，或者是，多有一些慈悲心，你就会好像是可以化解的。所以我在我比较了解之后，我在学这个手语就会变得比较快。然后，学了这个手语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平静，心会比较平静。但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就是你要心要定，你才不会比错。但我相信我刚刚是可能有紧张，因为我有掉了一拍，然后有比错一个动作这样。但是我想说啊，赶快把心收回来，我就后面就不会比错这样。对，所以我想那个手语，我在想，就是你在演绎这个手语的时候，心自己要定，才不会就是不会出错啦这样。对。那关于募款的部分，我刚开始我不觉得它很困难，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工作，我也常常需要去跟陌生人推销我们公司的产品，所以我一开始想说啊，我可能只要告诉他们说啊，我们这是募款就可以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人群的当中，可能第一个是语言不是中文的关系，讲英文的关系也会有点害羞，然后第二个是。我刚开始在讲的时候，发现我心很不踏实，我不晓得我用什么点去跟人家要这个钱。然后虽然说我们是就是要募款是做好事情，可是我自己的心没有找到说我是真的在做好事情，所以我心里面不踏实。我心里不踏实的时候，我就讲不太出来。可是当那个Joy师姐就是一直带领我们，她一直不断的一直重复这句话。然后一直不断的重复之后，我就有觉得说啊，对，我是做好事，我不应该觉得胆怯，我也不应该觉得害羞。对，那如果就是民众他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他愿意把钱掏出来，就是帮助一起参与这个募款的活动，我就会觉得哦，就是很感动这样。但他真的是第一个人把钱放进来的时候，我有吓一跳，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做到可以感动到他的事情，可是他已经就是把钱放进我的箱子里了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感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力是超出我自己想象的那个震撼感这样。然后之后就比较多人响应我们的活动，就慢慢的比较有自信。然后你也知道说啊，怎么样跟人家眼神上的接触，他会比较能够知道倾听你的请求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募款我有学到，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心要平，心要静。然后第二个是我是在做好事情，我不应该觉得害羞，我应该觉得有勇气。然后眼神接触是最好的募心或者是募善心的方法，这样是我这次学到的东西这样。对，因为这次排练的时间是在我考试期间嘛，然后我很多很多练习都没得去，所以只有自己在家里练。然后只有上个星期我才邀我的组员，就跟我同一组的，就有 Tosha 跟 Maggie 他们一起在，就好像我下课过后约在我的图书馆一起练习，练习到晚上。对，然后我觉得。只要把歌词背住了，然后动作都会自然的就知道下一句是比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练了蛮多次的，可是还是有点不合啦。然后，我觉得，最怎么说？我学到最多的是在正念。那前四句就是多善众生速习观，还有多障众多贪众生不净观，就不可以有太多的贪念。然后因为之前在考试的时候我很担心就考得不好，然后考得不好，然后又要读很多，就改天读完这个 degree undergrad course 过后还要读很多别的东西，然后我很怕自己没有资格去进去那些科目。
然后就很担心。可是就，然后我妈妈就说你不要太贪心啊，就先过了这关，然后再看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才来决定。所以她就叫我先等成绩出来，然后再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对，然后我就觉得，也对啊，跟这次也一样，反正你担心也没有用啊。然后我去找老师，老师也叫我不要乱想，也不要想太多，就一阶段一阶段的过。对。